之前，在2009年的时候吧，那个时候我才十几岁的时候左右，因为在家里面，然后学习啊各方面都不行，也有自己也有武术的爱好方面，结果就被送到了嵩山，河南省嵩山少林寺塔沽武术学校习武。自己去的时候心里挺高兴的，后来一到了武校，感觉一切全都变了，感觉在武校的日子特别苦，特别苦，特别累，每天要训练，除了训练还是训练，就是吃饭训练，吃饭训练。结果后来2013年下半年被选入了这个塔沽武校影视培训班，然后2013年、2014年的时候，2014年的时候吧，就已经是培训了2年了。2014年过完，然后就被学校派出来，一直在外面进入了自己的影视生涯。1、2、3，打！说，下，走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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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，你，怎么说呢，刚踏入影视行业的时候，反正那个时候吧，感觉也挺辛苦的，每天确实挺苦的，然后每天几乎都要打，每天都要摔，然后每天回去的时候身上全都是伤，因为刚出来的时候嘛，你没有认识的人，然后后来就经过朋友，然后经过带的，后来我进了一家特技队，然后后来在特技队里面，那个时候吧，我就干的是一些，那时候我是干的是外围武行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每天在现场，每天在现场打呀摔呀，打呀摔呀，然后一直，然后结果以后的表现，然后后来就经过一些认识的人，后来又有人带着，然后就这样。1、2、3，从早上到晚上，我们身上穿的护具都不带脱的，直接从早上摔到晚上。你像那二三十米那些层楼啊，高的，直接下面铺上海绵垫，直接往下面摔。当时跳的时候挺害怕的，确实，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一天给我130块钱。那个时候的厂户啥子一天200，那时候我们干武行一天130块钱，然后每天从早摔到晚，真的是，然后我而且受了一身的伤，就是我能为了给自己找一个机会，然后
然后每天摔，每天打，不管你要每天这个组这个组啊跑啊，那个组跑啊，每天也下水啊、跳楼啊，都是一些很多很多的危险动作。结果我从出道啊，我从出道一直从我进组啊，一共就干了十天左右吧。我一共就干了十天的外围武行，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干过外围武行了，都是在组里面。来了，来了，预备，好，第三次，快点走人了，老贝，美女别搬走人，三二一，开始，往上跳。对，直接冲那，卡。就是那一次，有一个就是一个兵扛着一个梯子，然后扛着一个梯子嘛，然后就冲到那个，当时那个城楼有二十米吧，就是在那个红军博览城的那个城墙的上面，然后当时我就扛着梯子啊，扛梯子从后面往前冲，一个士兵拿着刀。一个手拿刀，一个手一个肩扛梯子，然后一个人往前冲，往前冲冲冲冲冲，然后当时梯子往上一放，然后自己爬上去，爬上去了以后，我上面打了两刀，把我直接砍死了，然后我就直接从梯子上面，当时直接摔下来，带着梯子直接看见一个梯子和人呐，这样，直接摔下来。当时后来老大直接就过来了，他说，把你的手机号给我，从此以后你不再捞外围了。当时我就感觉那时候我特有成就感，一个月给4000块钱，我们都感觉到已经很高了。4000块钱，我们感觉已经很高了，而且是进剧组。那个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进剧组真的感觉是已经是很牛逼，很牛逼了，有人带了。最危险的，反正也就是一次中血浆包，摔二层楼，就意思就是在用行话来说，就是飘高的意思，知道吧？飘高，从楼上面飘下来，而且这个楼很高，这叫飘高，懂吗？当时是在二层楼上面嘛，在二层楼上面，然后。胸前装了两个血浆包，二层楼上面，下面没有海绵垫，只有麻包，没有海绵垫，只有麻包，因为那个时候组里也没有海绵垫，只有道具的唯一的十几块麻包吧，然后在下面铺了一层麻包。当时我是从二层楼，还有栏杆啊，然后当时我就拿下，胸前装了两个血浆包。最危险的一次，当时我站起来，血浆包就啪啪两个血浆包一炸，炸完了以后，当时就从楼上一个飘高飘下来了，直接飘到麻包上面。因为我们没有海绵垫，只有麻包，麻包是我们最有用的一个保护措施，
当时摔下来的时候，当时我一个人完全没有知觉了。后来过了十几分钟吧，我自己在那躺了十几分钟，后来才反应过来，一只眼闭着的，后来才反应过来，后来才好了一点，气根本就喘不出来，差点就已经休克了。当时就这种感觉，所以说非常苦，非常累。我们试一下，你哪边如果不行了就往哪边是吧？你自己动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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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房大哥了，左边的烧钱，那那边呢？绑起来，绑起来。嗯，我手铐。唔使啦，即等等，你要讲咩？唔使，我叫拉拉。唔会，我唔系咁讲。我想点讲？诶，够啦，你怎讲啊？咪呢度后边长咗。长咪长咯，有咪长。啊，你话长，绑咗你先。流血了，你流血吗？流血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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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没事嘛，流血了，赶紧，到我老家，我操，医院，哎，赶紧找个帮送，那个纸巾拿点纸，来医务，到我包里拿点纸巾，医务。哪个位置？眼皮吗？烧！哎，包说拿过来，快！
把手拿过来，把手拿过来，把手拿过来，按你，按你，按你，把手拿过来。蹭破了，皮蹭破了，放开了，可能要缝几针吧。放开了，我操，缝针以后，我操，妈结巴了，我操。缝针可能会缝几针。盯着人，盯着人，等一下拿我书包。书包别拿，直接先去吧。那谁玩？张喜跟你一块去吧。你把张喜叫过来吧。张喜，张喜跟他一块去吧。哥，这把书包让你带回去得吧。